やっぱ上からのがいいね。あ、上からの2人で下からの2人が我非常建议。非常开心ですか？そうですね。这个乌龟脸是命运的安排。安排，嗯，安排。因为热爱舞蹈，忠于舞蹈，渴望舞台，原创编舞就来了。Joker 这首歌，它其实不是一个炸歌，而是越听越有味道的一首歌。所以我们其实想表达的更是一种很有 gentleman、很有绅士感，但内心藏着一个 monster 的感觉。我的担当是编舞，汤多，我的担当是编舞，但是我做编舞时候，我不可能看你们的动作，所以他帮了我。很多地方都很难，舞蹈的一些动作、一些基本功，我没有太熟练、太掌握。但是和这样子的团队一起去完成舞台，一起去合作交流，我非常的知足，非常的开心。拿第一，必须的。我们有致敬，这是什么？命运的 book。答案的部分，我们可以拿第一吗？他说的是，这时不要再自找麻烦。请问你刚才做的那些手势是 hiphop 的手势吗？ hiphop。 好。你对 rap team 有什么期待没有吗？ rap team 我非常期待，因为据说罗岩在 rap team 非常想看。你觉得罗岩怎么样啊？我觉得罗岩非常棒。我觉得曾凡江也很棒。你觉得罗岩和曾凡江谁棒啊？我觉得林墨最棒。林墨，你觉得你和曾凡江还有罗岩谁棒？AK 负责抓莽，我负责搞笑，林墨负责认真，很到位。就是刚刚问题是什么？感觉怎么样？觉得 rap 大家怎么？首先林墨不是大 rap， 然后我也不是，然后这样也不是。他们组在一起就难。你说错了吧？是你应我奥斯卡都不是，别的。林墨是大 rap。对我自己来说，我想说点正儿八经的，就是我以前做。说唱音乐没有这样的经历，在一个团队里跟大家一起做歌，我是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在团队里跟大家一起做歌。就比如说之前义工啥的，就可能是在团队里面跟大家一起唱跳啊、练习啊这种感觉，做一个很帅的舞台、很完美的舞台，就是这个过程中是特别开心的。对，昨天晚上我们那个在录音棚录歌的时候就很感动，就五个人坐在一起，大家一起聊这首歌的细节，然后开开玩笑、打打岔。拍的还行吧。
一直在 F 班，一直想证明自己，但是好像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失落的一次是主题曲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你的实力应该可以往前走很多，但是还是在 F 班。我觉得既然经历过低谷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没有比这更差的事情，所以再往上想都是很好的事情。再来一次。1, 2, 3, 4. 可能这次会是我最后一次舞台。我觉得我们要超越的可能要 battle 可能是自己吧。我想在这首歌里面让突破自己是最重要的。我如果我觉得我在这首歌表达上我赢了，我就是赢了。张星好在睡觉，无语了。干嘛？神经病啊！好恐怖啊，你在这里睡好像那种僵尸啊，哇真的很像。期待你们的舞台。主要在组内氛围上面就很不一样，然后这次我们还有韩老师，我觉得跟韩老师待着挺开发喜剧这方面的天赋的，然后他也帮我打破了我很多自己就是原本有的那些框架，帮我放了很多偶像包袱。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我们这个舞真的非常累，每一 part 如果要抠细节的话真的特别特别累，而且这几天我浑身都在痛，刚开始我有一个踩的，就是踩在我背上面，现在已经不行了，伤了。通过这个舞台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信念感嘛，我们五个人也需要这种信念感，学会接受这种痛苦，并且把这些痛苦转化成我们未来需要克服那些困难时候的动力。可能我觉得就如果大家所有人的目标是一致的话，我觉得会很快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完成。对，我们组的成绩能在前三吗？可以吧。你要是发个能，我佩服你。当然当然、哦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还有你自己今天的妆容。我叫螃蟹，可爱吗？你看起来很累。对，我们现在已经真的很累了，但是只要一跳这个舞，我们就必须要把那个状态给拉满出来。我们的歌是泰国的歌，然后这个是台语的饭圆，不是普通话。泰国的东北话。对对，东北话，泰国的东北话，我听说。很有意思。我们这支舞，我们跳的是一首非常开心的、非常开心、非常 happy 的一支舞。那么，首先我们五个人，我们磨合大家的性格，然后大家要一起开心。但是，刚开始我们组在一起的时候，阿木因为心内忧心走了，他。可能那两天心情会比较会有点难过，然后跳的时候开心，然后突然啊一下子好难过，然后平时也离我们有点远，他容易一个人，对，容易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和我们产生一些距离，然后后来我其实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去让他开心起来，我想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因为我想着他最好的朋友又走了，但是他还有我们。
现在已经开机了，就自己设计了一个这个小心机的地方，对，挺小的，是很加油啊，很期待这次的舞台，是吗？非常的好，非常非常不好吗？你给他们留点期待行不行啊？你咋们这孩子说话太直，非常的，你再说，非常不好，尤其是编曲，这编什么玩意儿呢？都是脱的是自己的鞋吗？没有，乱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还我鞋呢？是想开始，梁哥是想做流行的，被我们所有人无情的否决了，就很无情的把他否决掉。但其实我们做的是流行电子，做了一个中和。观众对于我的评价就感觉我是一个特别成熟老重的人，其实少年啊，我啪我就给他个大嘴巴，你给我消停了一会儿。然后呢，我就想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然后我就投了他俩一票。哦，我们的房间就像一个白领办公室一样，就是我们在编曲的时候一般就是这样，这是个桌子，我坐在这儿，刘耳坐在这儿，旁边这一帮人在，然后拿着琴，嘟嘟嘟，各种弹，各种嗨，巨嗨巨嗨。我们这边，旁边，嘟嘟嘟嘟嘟，我们这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作品，嗯，疗伤的一首歌曲，疗伤情歌。因为刚开始那前几句词是我写的嘛，后面我想的是那种，就是他们分开了很久的一对恋人已经分手了，后面他回想起来。就是很多年过后，后面回想起来的还是那种很美好的回忆。感觉我现在我很高贵。刚开始跟他首秀是坐一起的嘛，他就非常的安静。可是你跟他相处下来之后，他就是格外的活泼。后面还有什么大男孩的羞涩，后面还会有一些就是自己会藏一些小巧克力在口袋里啊，就是有些很可爱的举动。后面拿香蕉，他特别可笑。说起那个巧克力，我加一句，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黑巧，他就是有黑巧。然后我说李总，我想吃黑巧，他说好，以后每天给你一个。他真的每天给我一个，他特别可爱，真的每天给我一个。他以前口袋里都装一个，然后偷偷找个没人的时间撕开吃了。他现在发现我每天要他一个，他就每天装两个，特别可爱。不要看他外表高冷。他有可能内心住着一个小男孩的感觉。从首秀到现在，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跳舞跳得变好了。有吗？跳舞变好了。跳舞跳得变好了。对，跳好了。跳好是吗？有吗？有啊。真的吗？有啊。你表情好油腻，刚才。哎，你刚才就是那个拉布爱这个那个表情。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我的第一选择就是一个舞蹈。因为我觉得哪里不行点哪里，哪里不会点哪里。对，想在中心位都都投的他。嗯，然后他的担当就是教学担当嘛。啊，他其实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态度，就是他可能他的舞蹈功底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也特别希望他的队友舞蹈有提高，所以他就一直在教别人。老师一开始一共的舞他准备了15天，但这回的舞期就3天，他已经全部学下来了。对，所以他现在进步期真的大。就是厉老师，就3天之前一个动作都不会，然后这3天他就全会。他非常的努力想让大家证明他的优秀，然后你懂的。嗯，为了梦想加油。为了梦想加油。加油。嗯。你也要为了梦想加油。没有，没有梦想。不不不，他的梦想different 梦想啊。different。我不可能让他走。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保持开放的心态。哎，对喽，你不要管什么时候能离开，你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这个白天是什么样子。我给你看，就像这首歌里的这只鲸一样，它发出的赫兹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一直在探索，在找大家，寻找的过程中享受着这种孤独。这首歌是在讲一个孤独，然后但是又希望能够被人看见的故事。我就人其实生来就是孤独的嘛，
然后但是你要能够在你这份孤独当中找到跟你有共鸣的人。还是有一点，你还是能蹦一下。还是蹦了吗？啊，你蹦了。你应该不是蹦，你是跟我们这边一起立起来吗？你提个气。来，你们准备这儿。一，对了，哎呦喂，好，好，这个反正比较好一点，好一点。这样这样不是这样过了吗？两个双脚，双脚。对啊，你双脚。双脚。往后退一点。看起来有点是这样，但是有一点严格。去二零零二玩的时候呢，就觉得刘宇就是平时挺好，挺好玩的，然后很好相处，会给你借很多东西啊，就觉得说哎，还蛮有亲和力的。然后一抠的时候，哎，怎么变脸了？你学过川剧吗？是，就突然就是，也不说很严格吧，就很严肃、很认真的在对待舞台这件事情。不管大家目标统不统一，但是只要有目标，因为我相信大家的目标都是好的，都是向上的。如果大家五个人都是有着一个目标，那聚在一起，他们就会为之奋斗。那这个团的整体的这个气魄是在一起的。团魂。对，就大家可能都看到小雨就是怎么严格啊，但是其实。哎，小雨还是小雨还是特别有自己可爱和热爱生活的一面的，就像他的那个床铺里面的世界，哇，对，他的那面墙上贴着我们的合照和我们宿舍人的合照。我也第一次就是离开了家这么久，想知道家人的人，爸爸妈妈弟弟啊做什么，然后慢慢的知道了家人的存在是这么重要的。我想找到不管在哪个地方住都有一点生活的感觉，有点家的感觉。对，只要生活在一个像家的地方就不会想家。来，吴慧恒，请你做一个你们的自我介绍。我们的自我介绍，你快入镜。我们自我介绍，那个是吧？对上题，那个是的吗？啊，是第六本。那你对你们的队做个自我介绍吗？他放那儿了，怎么就没了？我们队的自我介绍就是你管我什么队？这么狂？哦，我有发现吴宇恒非常不一样的一面。其实我觉得他平时看起来就很乖，然后很干净，很校草，但其实他内心有非常狂野的一面，非常期待舞台上的吴宇恒。和邵明明，这个是林墨给我的一个毛线球，然后呢，他教了我制作方法，然后我打算，因为也在营里，有时候没有事儿，就发呆的时间比较多，我就想在出营的时候织一个成品吧，送给营里最好朋友吧，作为离别礼物。三公之后不，那我先说一个，我怕我三公不在了。然后呢，我就想特别感谢的就是他，因为我是一个可能比较就是离开大学好几年的人嘛，就可能会有社恐，你知道吗？就是这么多人在一起，就是去一起去完成回到校园，感觉我就特别害怕。就感谢他，就是给我让我觉得就是，让我相信现在还有这么单纯就那么好玩的小弟弟。然后呢，我就真的把他当自己亲弟弟了。虽然说他个儿长得比我高，但是我觉得心智上来说，我是不是更比他成熟？就是我希望他好，真的。哦，如果我三公不幸搁这走了，那我总决赛的时候我开一车春真来给他投票。这是你吗？不是我。在台上的时候真的是最自信的时候，有妆发、有灯光、有麦克的时候是最自信的时候。这次公演是手持麦，而且还是一个可以自由飞舞的一个舞台。一会儿这个我们从来没拿过麦跳，所以别甩掉了。对，捏左，把一直捏在左手就可以了。咚咚咚咚咚咚，哎，跳手捏紧了。你让你我也觉得，你来试一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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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场非常大的挑战，就是真的，我觉得我高考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紧张过。因为舞蹈对于我来说真的太难了，真的是，就是去年和他们两个就是一直在帮我们记动作，
睡的，一边一边睡。开始记下来动作以后，发现其实还蛮享受的。His face is so funny. He goes, 我们的表演，会非常整理好，布置的比较精巧。反而就是说，他比较像妈妈那种，就是大家都很累，Come on, you can do this. Hey, yeah. 然后我就是那种很严厉的那种感觉，就是有时候会认真走神。就是那种严厉的，但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有一个反差感。我们要表演曲目之后，我们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小的一个，就是不要留人，就团队的一个表演。可以啊，我们每个人，我们稍微点对的，对啊，微看就点。今天表演，大家加油！好。这是参加训练，张畅、悠扬、小周。This is 张新特，张新特。I asked my friends to draw, so Santa draw this, Limo draw this, Han Zhang draw all of this, Qing Liang draw this, but 张新特 can't draw, so he's not on here. Where?Anywhere. Anywhere? No. Oh, this. Anywhere. Yes. Yes. Or. Small! Okay, fine. Here. It's mine. Yes. Okay! Do something crazy. What? 好的。谢谢。我当时选择这首歌，其实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家一直以为我是只会唱那种甜甜的歌。选择这首歌，我其实是想告诉大家，我是擅长唱情歌的那一种人。我听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用我自己的风格跟这首歌，所以我想试。对，我选择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就是我的歌。第一次我听到这首歌，这首歌让我特别的感觉。小九，补一个，是吗？就是你对这首歌的理解是什么呢？理解，理解，意思，故事吗？故事，对。有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今天他们不在了，我怎么办？所以今天只有我，真的不知道了，我怎么办？明天我怎么办？我起床了，然后我可以去找谁？因为我没有人在我的身边了，所以我很孤单，很难过。大家好，我是你的男友姐，今天我带你去我的城堡，知道吗？城堡是什么 ？Heaven, my castle。怎么说？城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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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城堡。之前我有尝试过一个人，一个人太孤独了，你心烦，你很累，你都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说。每一个舞台，我觉得没有我们团队，我们是完成不了这么好的一个舞台的。团队的力量其实牛就牛在，就是大家可以分 part 去扛，激发我们所有人的能量，去照亮其他，让别人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希望的。只要你去拼，你就会在这条路上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你们一起去做，你们终究会做出来一片天地。到自己的专业领域吧，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初心一直都没有变，我一直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唱跳歌手。无论别人怎么想，我们就是享受这个舞台就好了。这种风格大家不常见，所以
所以每次给大家带来新鲜的东西都是属于自己特色的。我觉得属于我们的男团就是属于我们的，别人模仿不来。